最敏锐的新闻嗅觉，延伸您的视野，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连线访问这次随团出访的央广记者王维婷。是的，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对世界经济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其中500个是感染艾滋病的孩童，那分散在广东。从政经情势分析、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直击，两岸 ING 有最多元的声音、多面向的观点以及最专业的剖析，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7点，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黄丽杰、韩启贤制作主持的《两岸 ING》。世界之窗是阳光翅膀，环绕着地球飞翔。您最想关心的话题 ING。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香港民众因为不满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发起反送中运动，从二月至今仍未平息。中国大陆将它定性为暴动，是颜色革命，如何应对处理？而相较30年前六四事件有哪些差别？此外，最近境外网站香港揭秘揭露包括台湾民众在内支持反送中示威者的个人资料，这样做法显示出哪些讯息？会产生哪些冲击效应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我们观察探讨，非常欢迎陈老师，您好。哎，主持人好。好，非常欢迎陈老师。我们首先把时间回溯到1989年六四事件哦，当时中共出动解放军以武力镇压学生集会示威，采取压制做法，这是不是也显示，我想很多的朋友也大概呢，从媒体报道或从一些讯息显示，中国大陆是所谓枪杆子出政权或者集权主义制度下，自由民主在当时可以说是毫无空间呢？老师您的看法？是其实89年的时候呢，以亚洲来讲，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算是很有成效啦，有这个民主的曙光。那背景也是因为苏联的瓦解，所以其实一些中共的高层是有考虑逐步转向民主的方向，像胡耀邦、赵紫阳的。所以当初中国因为路线的争议决定要压制民主，只做这个经济自由化。然后因为是中共最高层的一部分想要民主化，所以他们邓小平为主，李鹏这些人，他们很担心政权受到挑战，所以他们下的这个手非常重，也就是他直接出动了正规军来镇压嘛。所以这个是造成非常大的冲突，因为那时候中共高层是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中共中央权力的夺权，他发动的层次等于是内战层次的，所以他毫不吝惜的用战车去碾压这些反对者。好，但是因为他的牵连太大，所以他之后呢，对于赵紫阳啊，对于其他一些涉及的人，这个有些人是已经离开中国，剩下的人其实在中国大陆很多是中国是被这个软禁或是被隔离，其实不一定是最高层的部分不一定全部是杀掉的。这跟当初后文革的时候处理江青的那些人的做法差不多，就是判死刑，但是就是死缓一直到自然死亡嘛。所以它是一个涉及中央的斗争。那现在的这个香港的情况对中国来讲是不像当初那么迫切，就是说直接在北京发生这个直接针对中南海啊的一个挑战，它算是从外围边陲要回来的挑战，有点像当初这个太平天国呢挑战这个大清帝国。那个六四不一样，那个是得宫廷政变。是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哦。老师，我们再回到这个六四事件哦。当时哦，中国大陆是否是没有顾虑，或者是不在意国际观感，还是说用一些封锁消息的方式来避免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您的看法？当初当然是封锁的很厉害了。现在看他那时候好多英雄，例如说那时候才有传真机，没有网路嘛。那时候这个网际网路还没有正式。所以大家都是用传真机，那其实那时候全世界的媒体的人都展现很高的道德精神跟相互合作的这个素质，所以传出很多这个透过使馆啊、饭店啊一些
加密的方式哈、哦，传出很多照片，嗯，包括最有名的故事，像 Sony 啊，他当初很早就有这个数位影像，但是他把它变成音讯码，然后传出去的时候呢，跳过这个中国的检查，然后所以让六四的一些真相呢，让大家看到，其实都是那时候很伟大的。那现在跟那时候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中国当然是一定不要人家看到这些屠杀，特别是针对中国人自己的屠杀。中国那时候是给全世界一些形象，他正想改变，他想要现代化，所以他很怕被看到，但是他不是有那么能力去阻止这件事。那现在比较起来，中国在这几十年来的这个资通讯的能力啦，或是管制的能力啊，可以说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了啦。他的这个监控情况跟六四的时候差了很多了，所以他那时候改用军队也是因为他刚脱离文革啊没有多久。其实中国在之前哦、啊、死人死得更多啦，所以六四死个上万人啊，死个据说美国的政府的 CIA 的统计可能有两三万人这么多哈、哦。其实如果比起文革时候或前面的大跃进什么都是小 case， 只有零头都不到的。所以但是逐步转变以后，他这个人命啊的这个冲击力啊影响力越来越大之后，他也必须要顾及国内或是国际性的政治观感，他不敢像以前这么蛮干，所以他就需要更多的包装。所以这个包装就是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里面，他的资讯媒体的控制也现代化了，也更细致了。嗯哼，好，那么持续我们就要针对这个部分再进一步来请教老师。所以呢，我们谈到六四事件，像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大家还关注到就是有些人希望能够平反六四，或是六四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嗯，在当时呢，如果说像刚才老师您所解析的，由于中国大陆某种程度是可以来封锁一些消息的，是可以某种程度控制，但是现在资讯网络的发达，现在中国大陆对于像香港反宋中，如果说像刚才老师所形容是从外围可能是不是挑战这个政府这个部分，我们就要来看香港反宋中运动持续那么4个多月来，是从6月份比较密集大规模的这样的示威抗争以来，您观察中国大陆官方将它定性为暴动是颜色革命这样的说法，还有力挺香港政府的处理态度，这相较六四事件有哪些主要的差异？中国大陆又有哪些原因或者是考量？是，因为中国大陆本来中国从毛泽东以来就是枪杆子出政权嘛，好、嗯，他就是以这个军事暴动啊、武力控制，武力才是党的最重要的基础啊，所以说对武力的使用不会吝惜啊，不像西方国家很多就是武力是基本上没有这个选项，或者说不得不啊，在中国就是必要时我就使用，它本来就是一个选项。那么可不可以使用呢，就在于它定义的这个手段。例如说六四的时候就是被定义成这个是一个暴动，是一个叛乱，是一个反革命，那当然这个解放军就开出来了嘛。那在这段时间里面，中国我们可以注意看到，从改革这10几年、20年来，中国最大的转变就是它的维稳的预算或维稳的规模跟能力越来越扩大，特别在武警啊各方面这种编制啊，就是说在正式出动解放军之前，那还可以直接出动武警，然后之前公安看能不能处理，就有很多个层次可以来做，所以它现在能够使用的这个武力的工具比以前更多了。那这个使用的时候，在香港的部分，它定义成这样，意思就是说我宣布这个他认为是颜色革命，表示说他拥有使用武力的正当性，他主要是先做这个宣誓。至于这个武力的正当性是要动用人民解放军还是中国的武警，还是说提供人力或是资源或是技术给香港的警察好、去做操作，那看得出来他一旦这样定性以后呢，你看最近发现的这个香港的这个镇压过程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不是香港的警察的嫌疑的人在香港执行任务，好，或者说在香港社会出现，一不断的被拍摄出来，被揭露出来说，很非要有可能是广东深圳过来的这个便衣的这个武警啊，或者这公安过来这边协助香港维持大规模每天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警力的镇压，因为示威是民众是每天的，那你每天警察也是要上班要轮休嘛，然后也会倦怠。所以如何香港的警察维持这么大的能量，不断的镇压，不断的维持持续，甚至而且这个情况还有越来越暴力化的趋势，甚至很多是有一些军事上就是说特战上的考量，例如说
我们发现很多的喷漆、涂鸦或是丢掷这个武器，其实是由这些可能是公安或警察所化妆的这个假暴徒去执行的，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视频的影像都被揭露出来。这个也看出来说，中国对于香港问题的操作渗透呢，是越来越这个明显。那这个明显就是说，为什么他敢这么做？因为他已经定调了嘛，他是敌人，因为他是颜色革命。那颜色革命就是说，这个是暴动者，这是国家的党，国家跟党的敌人。那对国家跟党的敌人，本来就不用手软，因为在六四的时候可以开出战车来处理、来碾压。那么，其实我们应该讲说，在最近越来越多发生所谓反对者、民主派的很多或者年轻人的这个领导人呢，遭受到暴力的攻击啊、偷袭啊，甚至这个刺杀、啊。好很多。那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在夺权的过程，包括国共内战也好，还有这个战后的很多阶段也好，他们甚至使用暗杀为对付他们的党跟国家敌人的手段，他们也认为这个是正当的。所以一旦他把它定调为颜色革命，这就是党跟国家的敌人。当然任何形式的武力都是选项。是非常谢谢陈立福老师详尽的观察跟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政治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福。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将请陈老师来为我们针对就是中国大陆对于反送中在资讯战和舆论方面呢，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我们稍回来。最敏锐的新闻嗅觉，延伸您的视野，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连线访问这次随团出访的央广记者王维婷。是的，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对世界经济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其中500个是感染艾滋病的孩童，那分散在广东。从政经情势分析、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直击，两岸 ING 有最多元的声音、多面向的观点以及最专业的剖析。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7点，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黄丽杰、韩启贤制作主持的两岸 ING。世界之窗是阳光翅膀，环绕着地球飞翔。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李昂安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访问政治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福。我们在今天是关注有关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不断，而中国大陆对于香港反送中所持的态度跟处理做法。在刚才前半阶段，我们是比较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时中国大陆官方是如何处理，而现在呢，我们要来关注就是香港反送中，中国大陆又是用哪些做法来处理？那么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有关这个网络时代，或许我们就可以来探讨这资讯战，中国大陆怎么样来运用？中国大陆对于香港反送中相关消息是不是有进行封锁，或在舆论方向的做法？老师，就您的观察有哪些焦点呢？是，我想说，第一个就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跟资通讯也慢慢这个成长国，它使用的手段当然是跟六四时候有大的不同。第一个就是网络战跟国际上的讯息战，这个信息战变得很重要。那这个部分他们会借鉴很多西洋的经验，例如说美国之前为了这个危机解密，好，或者是说美国的以前中情局的人一些档案泄密的事情，造成世界上很多对美国的这个政府政治人物甚至各国政治人物的这个监控什么的道德伦理压力问题。那中国从里面有学到一些经验，所以他知道利用这个散布假讯息这个方式是可以操作。那实质上，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柬埔寨的选举、泰国的很多，还有台湾的，是当然是被公认全世界受到中国信息战、假新闻攻击最厉害的就是台湾。好，那这个都是他们已经有实际操作的经验。因此，现在发生一个今年以来严重的这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诉求的这个危机当然会把前几年中国所累积的一些国际
经验学习到的，或他实际上在台湾、东南亚这些地方干预各国的这个选举所进行的这个假新闻信息战的这个经验，应用在对香港的这个控制跟镇压上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类似说放假信息去妖魔化啦，破坏一些人的团体之间的关系啊，或个人的道德品德的，或是说私生活啊各方面的信息来分裂这个运动的这个做法，这个就是新增加的部分。嗯，因为这个是这几年来这十年来在国际上具体有效跟中国有所成就的。例如说大家都知道说，在中国有美国有公布一些资料，在上海的一个解放军的一个单位，他通常从事这样的一管控跟操作。另外中国境内有一些公司，有一些这个单位，他被发现有在散布，就做这个假账户什么。那这个在这两个月，美国在不管是 Google、YouTube 或是 Gmail， 就是一些网站上 ，Twitter 也有被发现是机器人，或是说特定团体机构所申请的假账号，现在美国都在删除中。那也就是连美国这些大企业或是政府都注意到有这些现象，就是中国的深入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透过个人的自媒体方式的一个散布，例如说他们也动员一些海外的党的干部啦，或是政府的干部去做这个团体跟组织的散布，再透过他们回到个人方式去散播这个谣言，或是说凝聚一些所谓的这个香港问题是中国的民族受到侵略啦，受到这个帝国主义的压迫啦，那这些也是港独啦，去掩饰掉香港诉求的是这个五大诉求啊，然后硬把它改变成说它就是香港独立啦，或是它是说美国或台湾的这个后面的支持渗透啦。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澳洲，我们用澳洲的例子来看，就说澳洲很多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啊，或者其实在别的国家也有，都对香港问题非常的偏颇，其实没有办法，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影片跟外国的各大媒体的这个访问啊，或者说当场去检测这些人，他们其实毫无所惜香港人任何诉求，可是他们却可以说出类似的东西，那表示说这是有一些透过这个网络媒体后面有些组织在操控散布的。那这个也是一个透过外围，就是透过华人的舆论圈，好，就是包括全世界的华侨啦，中国的留学生啊，机构啦，然后去他们特有的这个华人网络再散布回来，由他们在外地去攻击香港的留学生、香港的侨民，想要在海外声援香港在地的这个民主运动一个围堵措施。等于说香港人再怎么样，在国际上的移民或是这个留学生还是远少于中国的。那其实这些人平时因为语言的关系，因为生活的关系，常常会聚集在比较近的，像那个中国城啊，一些特定的区域跟城市，本来是他们最有可能在国外寻求到这些进步民主国家的同情跟认同的，引起国际关注，但他就透过这些留学生侨民去反压迫这些香港可能外散出来的国际的请求跟这个能见度。这件事情不只在澳洲，最近在台湾也有三个大学，像艺手啦、文化啦，也发生过这个香港的留学生被中国的这个交换生霸凌的情况。包括台湾很多的连龙墙被中国游客跟交换生所摧毁啦、破坏啦，或是他们的演讲聚会受到骚扰啦，甚至人身攻击。好，这个也就是另外一环，因为这些就是他们现在跟以前不同的增加的部分。当然他们还有一些传统增加的部分，例如说中国的这个外交部，他们一定会透过国际的舆论要求，例如说这个耿爽常常在批评说美国不可以针对中国的香港发表任何的意见，通过任何法案，这个是传统的对于香港的这个控制的手段嘛，这是正统的外交手段嘛。然后动员这个公安武警到这个深圳大规模的集结，更换这个驻香港的驻军或强化香港的驻军，这些移动啊，就是换班啊，或是人力的这个通过过程的这渗透啊，这个都是属于正规的控制方式。当初在六四的时候，其实中国都做过这些类似的，例如解放军的调动换防，然后国际的舆论的解释跟攻击啊回应，这是正规的。那现在新的部分当然就是有关这个资讯战、舆论在妖魔化这个部分啊。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还有中国最有名的增加关键字的封锁跟检索，还有网络警察，在收集说，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我就认为你非常有可能是对我不友善的，
我就予以在资料库在大数据里面注记。所以我们发现最近中国要求香港，我们也很怀疑，应该是非常有可能说中共高层的受益了，就是这个公安单位的受益，就是说都在检查所有这个去香港的人的嫌疑者的这个手机，他们的行动电话上面的自媒体的通讯记录，就是写什么内容他都把你拍起来或一一的检查解释。因为现在有很多通讯软体他也强调加密，好，之前中国透过通讯媒体最大的控制就是说，现在美国已经因为国会的这两年的注意已经大幅的防范了，例如说他要求 Google 或是要求这个 Facebook， 最有名当然就 Facebook， 那之前接受的就是雅虎，必须把他们的中国籍的或中国人的所申请的 email 全部都要送一份给中国检查，接受中国的治安单位公安单位来进行检查嘛。那有些团体他不愿意，那不愿意中国就不让你在国内做生意，不让你在中国被检索到。所以很多人包括最典型就这两天发生了这个 Facebook 的祖克伯事件嘛，他之前小孩子都请习近平命名，完全想要配合，配合到被美国国会叫去听证的时候遭到指责，然后他必须要做出这个处理交代，非常的没有面子。可是他这两天他也批评中国这个这个是封锁，这个就是已经具体的例子。那么以这个方面来说，他们就是很想取得这个。那目前美国的川普执政之下的压力跟国会之下两党的共识压力之下，越来越没有办法从美国的各大搜寻引擎或网络公司去取得这样的情报的时候，所以他们利用香港的海关啊，或者说这个香港的公安警察，或甚至在中国境内也有，就是说如果你有手机什么，他甚至要你交出手机，然后他检查你的手机的内容，然后你跟谁通讯写什么，他从那里就开始收集。是，好，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跟解析哦。老师，另外再请教您哦，就是日前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境外网站哦，香港解密揭露了涉及反送中示威者的个人资料啊，当中也包括了这个台湾的民众哦。有报道指出，中国大陆鼓励转发，您怎么样观察这则报道显示出的一些相关讯息？还有后续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呢？是，我想这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如果这种行为在台湾就是违反个资法，好。就是说如果今天转传的这些人，我们必须提醒，如果你是住在台湾的人，在台湾法律管辖权范围内，你也继续去转发这些东西，你已经处罚了。就如果包括台湾人的个资的话，我们国家还是有相关法律在管制这个的，所以这个是违法的啦。第二个是说他会这么做，那是国家对国家的对抗层次。那因为中国是放任鼓励这个方式，中国是连出现达赖喇嘛四个字可能都不行的地方，出现藏独、疆独、台独都不行的地方，他不会让你出现。如果他不要让你这个香港解密去运作，他可以马上封锁的，他没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中国会去散布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官方授意所容许的，也就是他基本上是一个资讯战的做法啦，就是一个战争作为。那这个战争作为，就像我前一段有讲的，就是说，因为他看到美国之前在危机解密的时候，美国政府因为危机解密里面所透露出来一些人事的问题，造成很多社会舆论的关切跟抨击，甚至影响了选情，包括川普的什么通俄门啊，希拉蕊的电邮啦、各种事件啊，所以他认为说，我如果透过这个方式，我可以去泄露一些人，让大家去追踪这些人，然后对他造成不利的一个政治氛围或气势。当然，他泄露出来的各自的部分是要利用我们现在流行的网络霸凌的这个国际问题啦。霸凌一直是教育问题、社会问题，但是网络资通讯发展以后，又出现另外一种网络霸凌，这种霸凌更是无所不至。以前霸凌只会存在你处的社会、你处的家庭、学校，就是临近你遇到的部分才有霸凌。所以我们以前传统遇到霸凌的，我们躲在家里跑去出家，我们就没事了，我们还有所逃于天地之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网络霸凌，让你在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跑来霸凌你，只要你上了网，你就无所逃。而且这个上了网以后，这网络的这些讯息、这些资料还会流到你周边的人、邻居、楼上楼下办公的地方，都突然都知道了。所以这个霸凌的情况是比以前加成千万倍的，就是资通讯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力。所以他制造一个假消息或假讯息，例如说他说你是港独的、窃盗，你怎么样，或是你有什么样的这不名誉。那些即使都是假的，但是他散布这个，再加上你的个资、工作地点或什么，就让所有人去找到你，然后甚至没有找到你的人也在旁边下面留言，继续妖魔化你，那你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压力，这压力使你不想、不敢再碰政治，
好，轻则这样了，就一般的人都会受到很大打击，他会对这件事情会以后就不敢再碰，受到压迫。比较严重的人，可能他自暴自弃，可能去自杀的可能性都会有，因为他承受不了这个压力的话。啊，所以当然有少数的人他会说，我越挫越勇，你越讲我，我越跟你拼命，也是有的。像香港也是有这样。问题是，当你就算你愿意越挫越勇，可是你要取得其他第三者的信任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因为你的信用被破坏了。你的工作的效能跟那个目的的达成的成功度就会被降低。嗯，所以为什么中国要建立这种方式干预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其实是一个战争的作为啦，这非常可以理解的一个现代资讯战的一个可用的作为。嗯哼，好，非常谢谢陈立福老师您的观察解析。那么在我们今天关注有关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从六月份大规模而且相当频繁举办示威的活动到现在还没有平息，那么虽然在香港方面呢已经撤回修订逃犯条例了，那么同时也祭出蒙面法，不过中国大陆如何来因应处理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在今天非常感谢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福为我们所做的观察解析，谢谢陈老师，谢谢。谢谢